开局先拿攻速，跟我抢啊，跟我抢，不行。全套，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看看什么变异，没用，不玩那个啊。拿个小炮，拿一个青钢影。指引我的去向。是我的特长，两个熬夜波比不错。我们直接选三，三妖德尔人。宝宝狙了呀，宝什么狙，我熬夜波比都来了，这指定是要不黑白魔了，这就是，这是黑白魔，黑白魔。给个锁子甲，我直接合泰坦。腰带。第一轮我们可以输，其实可以来一个传送门。输不可能，不可能直接传送门，我不可能输，我们坚决不输。直接传送门，前期就开始连胜，这个逼也整个传送门，哎呀，他两极客整个传送门，这，哎呀，这点的实在是有点背呀，我天，这也太背了，那我传送门凭啥碰上他的传送门呢？直接升，上两个黑魔法师，算了，就这么地儿吧，没啥上的了，要不上个洛克丧尸之手，算了，还是乌鸦吧，没东西上啊，极客上不去。大半人给装备，被迷住了，被迷住了。下边给个帽子。你这一手传送门，我直接全压，不能前二了，这没啥问题呀，传送门呢，可以合呀，感觉。我就是觉得二星熬夜波比直接无敌，就起飞了。
六七八，三级，四黑魔，熬夜波比开始连胜。在我这儿谁也别想赢。你赢不了，我二星熬夜波比配传送门，加四黑魔三妖德尔人。哎呦天，从现在开始谁碰着我谁倒霉，直接被我写入，明白没？我们迅速拉巴上维克多，下波给一个炸弹人，炸弹人直接合二星，就你这传送门还是传，嘿，啊，你看看我能不能前二，那你看看。我们的首选是大棒子，其次是女神泪儿。先来个女神之泪儿。给个炸弹人儿。这个没问题。不是炸弹人儿。给卡牌代师吧，我决定换个位。一个都打不死，看着没，就直接一个都打不死，谁碰上我谁倒霉，直接被我一顿血入，谁碰谁倒霉。现在就一个字儿狠，火速出击。炸弹人生了，生就生了。这个，传送门伏笔了，有啥伏笔的？大腰带没啥用，攻速没啥用。大腰带就已经合个狂徒，合个鬼叔，攻速巨杀不太好用，没啥好合的，传送门就完事了。正好前排这熬夜波比呀、啊，需要一个嘲讽，你知道吧？正正好，一点问题没有。这波理解简直是企业级无敌，谁也赢不了我。救赎！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！一看你们这游戏理解就不行啊！咱别说别的，我前期赢没赢吧？是不得一直赢呢？谁冒火了？就我在冒火吧？有冒火的人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咱就别着急。如果这把我要是倒数了，那你说一说，那行。那如果因为这一个传送门，我们前期保持好血量，我们吃鸡了，那你是不是得给我说声道歉？我要灭了反甲龙爪，还是直接石像鬼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我直接给，这不用着急，直接给，直接升，上两个摩尔扎哈，算了，上一个，上个卡牌戴斯，直接升，这直接给，谁碰谁倒霉。看到没？谁碰谁倒霉，谁也赢不了我。而且啊，从刚才到现在打我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打死我一个怪的，你明白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打死我一个怪，除非他有机器人，就连我怪都打不死，明白没？真丧啊！你也就是现在猛一点，哎呦天哪！我现在不仅现在猛，我一会儿也猛，我会一直猛下去。就包括这小刺客啊，打我们，这都打不死，明白没？这都不好使，这都打不过。他能打死我俩怪吗？但是他打不过我。因为我的熬夜波比有传送门，来个小虫子拱，你看，居然打死我的怪了，没办法，这刺客就是恶心，刺客就是恶心。妖德尔人闪避概率没什么意义。我一共就只能有一个妖的而已，所以没什么用。潘朵拉吧，潘朵拉不怕没装备，可以。帝国高于一切。看看这把啊，发明家、黑魔、挑战、刺客，出反甲吧。这把整个反甲去，可以整个反甲。我的狩猎。并非为了杀戮，四块八块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块。哎呀，这波熬夜波比让人给那啥了。将人给吹了，哎呦我靠，这哥们儿有点恶心啊，那巨魔和个吹风挺不像话呀。算了，这乌鸦留着吧，这选秀之前断我连胜可挺讨人厌呢，可挺讨人厌，他巨魔我整个吹风可太膈应人了，给我后排入了。我们随便拿，拿贵的，拿三块的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呀，炸弹人撇他干啥呀？这是炸弹人应该要的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升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操！算了，别升了，刚才都输了还升啥呀？输了就不升了，赢了再升，输了升没意义。赢了保连胜升还行，输了再升这就有点蠢。宝石可以要啊，这波可以直接升，
但是我们要不要小摊一轮？可以小摊一轮，小摊。还好我的熬夜波比顶住了，要不然就被这就被这那啥入了。看见这小虫子没？看见这小虫子没？没这小虫子是不是？给我入完了，这就得。可恶啊！我操！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位置不错呀。小弟一手，别急，我还有这个。拉克斯再来把无尽就 OK 了，然后一会儿如果有维克多可以上维克多。飓风永存，哎，可以，炸弹人先撇了。这火呢，猴哥，一会儿就有火了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燃烧，燃烧了我。这个逼质量这么好，我操！这人质量有点好啊。居然还有飞升，这就体现出来维克多的重要性了啊！没有维克多，这就是没办法，刮死了。他质量有点好啊，他在四个二的时候就三个两星了，还带个那啥，关键还带个大嘴儿，带个大嘴儿，这有点过分。哎，我这一手铁三角是不是可以这样？看看人家的概率，他一会儿就弟弟，你别着急，我差个维克多。靠，大头装备不错呀。
我们需要一个拳套。那我们需要一个维克多。那我们拿个贵的，好吧。这小子已经拉巴开地了，我们不急啊，我们这轮打完再地。我们不急地。肯定新人入队儿啊，谁也不是傻子。最好的防守是我，跟着我的声音，畅想悲惨吧，照亮前途，给个维克多呗，突破极限。拉克斯差把无尽呢，拉克斯现在伤害不太够，差把无尽。白花钱没提升，怎么就白花钱了呢？我怎么就白花钱？二星分女不是提升啊，二星拉克斯不是提升啊，我天哪，没提升吗？这不随便提升吗？这提升多少的提升？提升的不要太多，给我来个小猫，给个拳套。哎，随便了，你爱给啥给啥吧，我无所谓了。绝对不要看眼睛里的郁金香。你现在燃烧，你现在燃烧。维克多呢？宝石来了也行。黄图现在给黄图啊，龙爪给一个吧，来个龙爪，来个反甲好一点，来个反甲。怎么你盖伦还要一v五啊？你给我背一个我看看。飞升，我有小虫子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人，五个人打开轮打死他！我操！哎。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熬夜波比还要点装备，没吃呢，吃现在吃。我需要个反甲，二星宝石来一个。哎，算了，攒攒钱吧，现在攒攒钱不用太着急啊，兄弟们。目前来讲，我们这个质量啊，已经算是可以中的可以了，只能说是稍微等一等，再稍微等一等。到了，挑战者，差个反甲，差个反甲，差个反甲。差个玩家，金克斯的本意就是金克斯。存在就是折磨。来个杰西呀！真的差个反甲，没有反甲顶不住。现在不是反甲的问题了，现在得是要个维克多，或者是小猫，来个小猫，来个小猫，小猫可以。哎，你这装备都变的，你给我变个两个锁子甲不行吗？这怎么变这么长时间都不变东西呢？杯子是半空的，有没有维克多呀？真没呀，我操！碎他们！无尽给我随一个，随一个全排装备，真是个大眉笔呀！我天！这波能打吗？有控制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追手三星拉克斯吧。盖伦伤害真高啊！给个舞台来了，他五个屁台，他不好使，看啥舞台？永远倒了，我操，清平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清平了。这小子永恩差一只，谁给他卡一下？谁卡一下他？龙爪也可以，其实。
要龙爪要反甲。哇，三星进，哎呦，这把是神仙局啊，兄弟们，这好像也玩不了啊，这没有法师，对，还是得要个那啥，还是得要个，哎，这可以，还是得要个反甲，没反甲不好玩啊。这个龙爪可以给谁呢？乌鸦宝石，宝石给一个吧。等一下，纳拉卡利，我这法衣没法放啊！我打他，我这法衣咋放啊？我这个给蚂蚱，蚂蚱，蚂蚱正好法衣永恩。可以，我觉得法医可以给永恩呢、啊。我卡呀，我卡，我还不卡，我卡了干啥呀？我卡一手，你大爷，卡一手，你大爷。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戮，我不玩，你也别想好好玩啊！我玩不好，你也别想好。对位进，拉克斯，给我炸他！炸他没炸着，我日！哎呦呼！啊！一滴血。我也不卡了，你们爱谁卡谁卡，要不然能让他知，我操了，谁也别卡。我们走。我也不卡，你们爱谁卡谁卡。哎呀，熬夜波比没拿着，无所谓了，升不上去了。维克多，维克多，拿一只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三星永恩，爱谁谁吧。你们爱卡不卡？要不然他死。哎呀，你爱谁爱卡谁卡，哎，谁爱卡谁卡，我不卡。我指定不卡，谁乐意卡谁卡，我肯定不卡，别让我碰上就行。操！哎，真难呐，兄弟。这帮人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怎么的，就是自私，你明白不？就这云顶之弈啊，就这前四名里边，这三个人，那三个人都是自私，你知道吧？贼自私。第一名不卡别人牌，你看不卡别人牌，永恩牌不卡。第二名不卡人家进，那你们俩就三星进跟三星永恩打，你们就自己打着玩，看谁能赢。然后这家看见没，这第一名直接吃屁，第一名直接变成第三名啊！本来你是第一名的，你不卡吗？你不是，你爱卡不卡，你差两张金克斯憋死你啊！你憋死你，你爱卡不卡，你打谁你也打不过，你说你能打谁？一家三星进，一家三星永恩，你说你能打谁？你谁你也打不了。你呀，你真是个弟弟，一枪直接给你全收了，看着吗？一枪一个，直接给你全部收掉，还在这挣扎呢，难受不？啊，难受不？你难受不？那家永恩你也打不过，这家更狠，那你也打不过，你只能第三名。你要找个三星金克斯，你找不着，有我在这儿呢，你找个屁！卡一下金克斯，兄弟们快，他差一张金克斯，别让他出，快点给他卡住，让他难受啊，让他难受，还想上三星金克斯，你死吧你，我就看着你死啊，我看着你死，哎，我看着你死，你就第三名就完事，哎，你就第三名，
人两个自己玩，好，我也退了，你退我也退，哎，我加十分，你本来你第一名呢，让你不卡啊，让你不卡，谁也别卡。